Magandang araw! Kumusta po kayo? Ako si Liberty, ang inyong guro sa Filipino. Da jia hao! 我是菲律宾语 Liberty 老师，很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菲律宾语。今天我们要上第一册第四个第一节五班Aralin apat. 再见 Paalam. 各位跟我一起练习再见，在菲律宾语我们会说 Paalam. Paalam. Magaling. 各位，在这个课程我们会学习菲律宾家庭内重要的问候和礼仪。让我们看看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菲律宾的家庭，有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还有我们的主角。你们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他是苏珊。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图片，你们觉得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客厅，在菲律宾语，客厅是 sala， sala， sala。在菲律宾，很多家庭比较喜欢用木头椅子，因为天气很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已经几点了，宿舍呢？背着一个书包，他要去哪里？苏珊要去上学了。接下来我们讲学习我们的句子。苏珊要上课了，看到奶奶爷爷进入客厅，苏珊开心地向他们打招呼，并对他们说：爷爷奶奶早安。在菲律宾语我们会说 Lolo Lola, magandang umaga po. Lolo, Lola, magandang umaga po. Lolo, Lola, magandang umaga po. 就是爷爷奶奶早安的意思。各位在菲律宾跟长辈打招呼，除了说早安、午安或者是晚安，我们还会说 Manupo。 Manupo 呢是一个请安的动作，小孩要用右手，那长辈的右手绑到耳朵上，要说 Manupo。 来，我们要练习一下哦。 Manupo Manupo。 再问候了爷爷和奶奶后呢，苏珊告诉她的父母：爸爸妈妈，我要去上学了。在菲律宾语我们会说大呆奶奶爸爸说那波阿哥沙巴阿拉兰。大呆奶奶爸爸说那波阿哥沙巴阿拉兰。父亲回复并告诉孩子路上小心，在菲律宾语我们会说 Mag-ingat ka anak， Mag-ingat ka anak， Mag-ingat ka anak。 最后苏珊到大家说再见，在菲律宾语我们会说 Paalam po，Paalam po, Paalam po。 各位在菲律宾，当孩子和长辈说话，话里上就会加上一个 po， 意思是尊重哦。玩游戏的时间到了，我们要玩听一听的游戏。我会说句子，你们用数字帮我找答案。
准备好了吗？帮我找。Mag-ingat ka, anak. Ta an si. San hao. Doi ma? Ta doi le. Jie xia lai, bang wo zao. Lolo, Lola, magandang umaga po. Ta an si. Yi hao. Ta doi le.好，接下来呢，帮我找巴阿朗波。答案是四号。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啊？答对了。好，最后呢，帮老师找大呆奶奶巴巴苏那波阿哥沙巴阿拉兰。答案是二号。答对了，接下来是玩背对的游戏，你们要背对菲律宾语和中文的句子，准备好了吗？来帮我找 Lolo, Lola, Magandang Umaga po， 答案是爷爷奶奶早安。接下来帮我找大呆奶奶爸爸说那波阿哥沙巴阿拉兰，答案是爸爸妈妈我要去上学了。接下来帮我找 Mag-ingat ka anak， 答案是孩子路上小心。最后呢，胖老师找把阿朗波，答案是再见。我们的游戏完整了，玛格丽。大家学会了吗？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第一，Lolo, Lola, Magandang Umaga po， 爷爷奶奶早安。第二， Tatay, Nanay, Papasok na po ako sa paaralan， Papa, Mama, 我要去上学了。第三， Mag-ingat ka anak， 孩子路上小心。第四呢，最后， Paalam po， 再见。老师，很多东南亚的国家都是佛教或是回教，那菲律宾也是一样吗？不是哦，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是哦，为什么啊？因为以前呢，菲律宾被西班牙殖民的333年，并受到天主教的影响。那这样的话，大概有多少的菲律宾人是天主教呢？大概80%的菲律宾人是天主教徒，而且哦，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这样知道了吗？知道了，谢谢老师。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有时间不要忘了练习哦。Maraming salamat po， 下次见。Hanggang sa muli， Paalam。